提到客家文化，新竹苗栗的客家聚落总是大家的第一联想。其实三峡也有不少客家人居住，客家美食是许多人开始了解该文化的重要管道。位在爱国路上的顶峰怀旧客家美食，以客家板条起家，在三峡地区称得上是老店。三角丸的独特口感让它成为店里的招牌。另外，想吃梅干扣肉、客家小炒、咸汤圆等客家名菜，顶峰都能满足你的味蕾。